在呢，有我在，家人们放心不？家人们有我在，家人们打个放心。有我在，家人们能不能打个放心？有我在，家人们打个放心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哪有那么多5000W 啊？哪有那么多5000W？你们想多了吧？有我在，家人们放心，放心，家人们。现在还不能够通知帽子叔叔，现在我们就去把他的骗局给他揭穿就行了。再发个消息，你给月月发个消息啊，让他在那儿等我啊，你说我们马上就到了。我们快到了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好不好？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咱们把正能量打在直播间，都急死人了，我也急，家人们没办法，我家人们我办事，家人们放心，一会儿我就去拆穿他的真面目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一会儿我们就去把他拆穿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们把正能量打在直播间，一会儿就关小黑屋了。咱们把正能量打在直播间，不然一会儿关小黑屋了，家人们。咱们把正能量打在直播间。我们去见识见识这个骗子的技术有多高超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去见识见识，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，看看能不能把我也带走。家人们，我问问他，我想去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我去问问他，我说我也想去，能不能给我个名额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我说我也想去，你给我也一个名额。我跟月月两兄妹去，我们挣10万，对不对？一个人5万，两个人是不是10万？啥情况？你们知道云南挨着哪儿吗，家人们？你们知道云南挨着哪儿吗？知道的打个知道，家人们，知道的打个知道。你们知道云南挨着哪儿吗？知道的家人们打个知道。咱们不要去打那个啊什么店，就打知道，好不好？咱们打知道就行了，知道的打个知道就行了。咱们打波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打波正能量。咱们打知道，不要打什么店，打知道，知道的家人们打知道就行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云南，咱们直播间2000多人了，真的是。家人们，如果我过去我给他一巴掌，你们生不生气？如果我给他一巴掌，你们生不生气？家人们，如果一会儿我情绪失控了，我给他一巴掌，家人们生不生气？家人们，如果一会儿我到了以后，如果说他不听话，我给他一巴掌，家人们生不生气？虽然她是女孩，虽然她是我妹妹，但是如果我控制不住，我就给她一巴掌。如果我给她一巴掌，家人们生不生气？家人们，我先问问家人们生不生气。我先给家人们汇报一下，别到时候家人们又黑我说我打妹妹打人，说一种这个人暴力倾向，我不暴力倾向，好不好？我先说好，一会儿我打一巴掌，如果说他不听话，我就给他一巴掌，家人们不能生气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家人们不能为他打抱不平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觉得行的，咱们把行打在公屏上。
觉得行的咱们把，对，搁谁身上谁不生气，对不对家人们，搁谁身上谁不生气，怎么能，咱们加四群啊家人们，三群是满的，咱们加四群，一会儿知道想知道真相的，咱们加，想知道什么情况的，我怕我一会儿被奖励十分钟，咱们加加群好不好，我会在群里面给家人们汇报，加加四群，三群已经满了，加加四群，不能打人，我就一巴掌，就一巴掌，太笨了，打不打，我不给他一巴掌他不能清醒，在什么呢家人们，在那修理厂90米稍微轻点，那稍微轻点不得给他挠痒痒了，现在不能去什么麻烦什么帽子叔叔，不能，因为人家又没做什么，对不对，吹牛画饼不犯法，所以说他现在我去找戴帽子的不行，但是我们可以在直播间这么多家人的面见证下面，我们去拆穿他的谎言，对不对家人们，我们可以去拆穿他的谎言，看他说什么，太气人了，对不对家人们，咱们左上角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，因为你们不给我点关注，一会儿可能就看不见了，好不好家人们，左上角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不然一会儿你们看不到我了，没点关注家人们点点关注好不好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没有点亮粉丝灯牌的点亮一下粉丝灯牌，不然一会儿你们看不见了家人们，你们没点关注一会儿你们就看不见了，要开我过去的路上，这过去的路上，对，你们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不然一会儿看不见了，感谢梦毅，感谢曹阿姨，来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对家人们一起打正能量，我一会儿过去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四群进不去是不是满了，家人们你们去看看四群是不是满了，进不去，来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一会儿看，一会儿不然你们看不到小艺了家人们，因为我现在一个手机，我让我助理已经在联系了，让他在那儿等着我，哪怕他们今天晚上要出发先给我说一声，我过去看一下，我确定没问题他们再出发，我是这么给月月说的，我说等我过去确认以后再出发，对不对家人们，四群还有名额吗，对，四群还有名额，咱们没加粉丝群的加加粉丝群，一会儿你们看不见了我就会在群里面给家人们通知，绝对不能让他去，我也不想让他去啊家人们，说实话我也不想让他们去，你说这一女孩子的大学是不是白读了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大学是不是白读了家人们，我觉得她的大学白读了，快到了没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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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多少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是不是家人们，还有五分钟就到了，咱们快点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一会儿万一被关小黑屋了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好不好家人们，难道月月没接我电话，没接你电话，怎么没接电话呢，你给他再发个消息，你问他们是不是在那儿，现在是不是在那儿，别到时候过去了过后不在那儿，走了没走，应该没走，我跟月月说了必须等我去以后
才能走，家人们，必须得我去了过后才能走，是不是走了？应该没走，我说了我过去了，我说了我过去的路上了，家人们。四群进不去，是不是满了？有没有管理在四群？是不是满了？家人们，今天肯定加群的人特别多，是不是四群满了？那家人们没点关注，快点点关注，快点点关注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不然你们一会儿看不见了。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四群不到300人，还有名额，家人们快加一下四群，点我头像，家人们加一下四群，家人们。哎呀，我也着急啊，家人们。我现在在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然一会儿被提示，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，对，家人们，咱们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，咱们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，咱们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。我现在我不能太紧张了，我一紧张了过后，我怕一会儿提示了，家人们。你们加群了吗？加了扣个一，加群了扣个一，家人们加群了的扣个一，加群的家人们扣个一，加了四群的扣个一。手机没收了吧？不可能吧？没收，如果是没收手机，如果没收手机，他应该早就没收了。如果是没收手机的话，我认为他应该早就没收了，没加上。月月回电话了，回电话了吗？你问他在不在那里？啊，你问问他还在不在那里？啊，你接，等一下，我停个车。早就加了，好的好的，咱们没加四群的加一加四群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喂，月月，你问他哪里啊？你问他还在那个地方没有？还在那里没有？啊，你不能走了哈，刚才打你电话你也没接。我们马上就到，还有5分钟就到。谁说的？你不是答应我了？好，你跟他说，你拿过来，我跟他说。来来，拿来，你说。人家小伙子不跟你们说了，人家在等着我，没有，我跟来了又来捣乱了，这样吧，不要说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我们两个刚刚说好了吗？你说我过来帮你评估评估，我也想去，我是说我也想去。如果去5天，咱们兄妹两个还有点照应，你去正午。人家说不带你，人家说不要你，只要女的。为啥不要我呀？我也可以呀。人家都跟我说好了，你这样，你等我嘛，我马上就到，我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，你等我，我都过来了，我都跟你说我过来了，准备走了。你走啥走啥，等我几分钟，好不好？等我几分钟。我们等我哥几分钟吧，老板。什么等他干啥呀？他说等他几分钟。等几分钟，我给月月带点吃的，我给月月路上带点吃的，啊、对。哦、好吧，行行，那我们等你们啊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我给他说，我先稳住了那个人，我说给月月带点吃的。家人们，我说我给月月带点吃的。家人们，我聪不聪明？家人们，我说我怕他们跑了，我说我给月月带点吃的，聪不聪明？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聪不聪明？对，我应该说我给月月送点钱去，他们肯定更开心。我说我给月月送点钱，送点米去，他肯定更聪明，不然他们就跑了。咱们左上角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一会儿看不见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左上角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不然一会儿看不见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不然一会儿看不见了，左上角没点关注点点关注。2600人了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太紧张了，我太紧张了，家人们，左上角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老板英明，
行走江湖，咱得这点反应都没有，那能行走江湖吗？家人们，我说送点东西，送点米去，我就给他送点米，他们肯定高兴坏了。咱们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，记得把关注点上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一会儿有什么情况我及时汇报。对，你们没点关注，点关注，感谢家人们。四群进不去，你们到时候联系一下管理，应该可以加，家人们。哎呀，我现在我心里砰砰砰，家人们，我心里砰砰砰的跳。什么月月拉黑什么？我看看。对，你们没加群的加群，咱们没有点亮灯牌的马上到了，家人们马上到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真的是有些时候你害怕了，我不怕，说实话我真不怕，我的拳头比沙包还大，我怕吗？家人们，我的拳头比沙包还大，我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家人们，啥也不怕。咱们没点关注，点关注，家人们，没有加粉丝群的加粉丝群，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哇，2700人了，家人们，咋这么多人呢？家人们，咋这么多人？家人们，